我在述职期间呢曾经都是表示过希望能够出席这个冬季奥运会。大家又记得当时是香港疫情非常之稳定的时候，我亦都在过去这段疫情咁稳定的时候呢多次出访重庆、四川、武汉和西安。所以我回来之后呢亦都是正式收到中央向我发出的邀请，请我和先生呢一起是上京出席这个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，但是我已经马上拒绝了，因为当时香港的疫情已经是逆转，所以回答你的提问我是不会去北京出席这个冬季奥运会，但一定会在电视直播看这一场精彩的奥运，亦都在这里预祝我们三位参加冬季奥运的健儿是拿得好的成绩。